小安安。米莎卡安安，平安安安。键盘太少了。平西安安，徐安安，雪莉安安，早安早安。玩到后面还是觉得这个钢琴跟卡林巴琴最好玩。是不是有人跑去大耳狗的地图了？好扯，好扯。小薇走，小薇，等一下传我。有人跑去大耳狗地图不揪，贱人，贱人。小薇传我。等一下，李恩，说一下。我还吃蛋糕吧，欸，蛋糕只能吃两次不到，欸，这什么？这边是大耳狗地图啊，这是活动地图啊。你不知道这里，这是大耳狗啊，任务啊，欸，你这两天任务没解是不是？这两天任务有要解大耳狗任务，欸，来看看，这是阿茄啊。活动结束后是不是大耳狗放这边就可以变了？哎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来这边都不讲了。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这边不说。我忘记拔票了。拔票？对啊，我没拔票。啊，对啊，有人昨天跟我闹脾气嘛，不拔。不是啊，你没有跟我。啊，好，我满二龙。你才满二啊！我改一下，刁蛮二龙。你才刁蛮二龙。哎呀，刁蛮二龙咆哮。你看，啊，你叫满二龙，啊，吃的这边了吧？你应该吃，再吃几口，应该这边就没火了。你烧啊，烧完我们再走啊。没，欸，有吗？是有吃到还是没吃到？看不出来。有到。
烦哦。好像没有嘞。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这边所以才跟你讲说，我这边就是等晋格馒头吃完，然后晋格跑完再来这边吃。完了，龙多多的一身肢体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他是本体耶。啊，我要改把你改叫雷二龙，后面再改，等你遇到再改。为什么要叫雷二龙？你的颜色的蛮二龙啊。哦。可爱哦、喔，我蛮喜欢他的棉被猫安安。原来是这样吗？我不会没检票吧？我有啊。靠腰啊，怎么在这？啊？昨天我拔票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谁？G5 感谢支持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刚要坐这边，又坐到这边来。哦，哎、欸，那个不能吃哎、欸。那个？他的那个餐点吃完了啦，他只能吃一次多一些。不是啦，我说这个、欸，这个。哦，对啊，所以他没有卖桌子啊。哎。哎，这拿你没办法，拍再拍吧。奇怪、欸，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小胖子是全买了吧？他全包了啊！天哪！哎、欸，啊，我的喜拿怎么拿不下来？啊 ，no， 人家是旁边捡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人挡镜头啊、喔！小伟，小伟。镜头 no no， 镜头，快站好站好，你要不要站？你要拿你的喜拿？拿不起来，算了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要用最帅的姿势。好，这样子，对吧？哎呦，我先，我的腰会发光啊！XICHI0101晚安。不能帮我们拍，因为相机现在被我占住了吧？我离不开耶，我怎么离开这个相机？拍完三张吗？应该也不对啊。问一下哦、喔。是吗？我你拉得到我的手吗？拉不到，啊、拍完三张才能走哎。它有个进度条。对啊。啊、你没拍完三张哦，三张要拍完哎、欸，拍完了，不是啊，我刚刚拍完了。啊，帮你喊，感谢吐司的揪团。哎、欸，真假的？等一下。你啊？啊，感谢吐司。好笑哦。等一下，我想说我画面怎么变两个了？吐司早安。啊，等一下我要等那个。你一定要入镜哦。哎、欸，你反正你去拍就对啦，这个任务很好解啦。你去接任务，然后，小薇，我跟你说，随便拍三张也不用存，然后柜台坐着等进度条，这边这个柜台坐着等进度条，好，哦、好多好多蛋糕，我举不起来，我举不起来，哎，好想烧，你快过来看，你快过来看，地上都是大便，我在看你的画面，别吓了，我要点个。小薇快烧，这些都是烛火。小薇快烧，快烧，快烧！等一下，指令好难打，打完了。哎，给我刀啦！给你刀。对啦。给你刀。我不要酷酷的钻石了，给我刀。你已经不满足于酷酷的钻石了吗？不是啊，你很多时候你不会打字，我想要帮你弄啊。啊，你那天开赌盘也是啊，还是你觉得不太好？你又会没关系。没有啊，我只是，钻石要留给最好的人，一直麻烦贝老师是不是？对，哦，不用啦，这个不用啦，是要还是不要啊？我说不用，不用那么客气啦。啊、哦，不用这么客气是不是？对啊，不用这么客气是不是？那我是真的不会跟你客气哦、喔。对啊，有刀的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你的 ID 怎么了？你打个字好吗？打个字嘛！你要被编的，要被编的，要被编的！我在打，我在打，我要打了，我要打了！你怎么把我放你头上？老蒋，我要放我头上。不然放哪？
啊，不能放哪？你说，你这个大小只能放头上吧？哎，为什么没不知道？我爱吃你的呆毛。不要咬啦，那个不是草，那个不能吃。很翘，嗷呜嗷呜嗷呜。哎，好了，我剪完票了。哎，算十张了吗？我要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你去兑换就知道了。哪里按兑换？其实我不知道哪里按兑换。哎，对，哪边按兑换？哎，对啊，这个吗？哎，这个看起来像魔法的地方是什么？啊、哦，票啊，好像是，我一下啊、哦，是不是这个衣服啊？是不是这个衣服啊？这里，这，警察看不到啊。有啊，十张。这边我跟小胖这了。小胖姐。哦哦、小胖，小胖这那么想跟我去小房间呐、啊？啊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没有。我们去小黑屋。有，我们有那个 Life 中小黑屋。哇，要74张哎，超哎八天一个礼拜多还好。10张了，可以了。那走吧，来去数。小文要死是不是？小文那边待好。吃火。好了，小维。啊，小维，你任务过来，你好好，你算，你手给我，小维，男人手给我。小胖。哎、欸，笑死了。小胖这个好可爱哦、喔，看起来软绵绵的。小维在上班，好、啊，你快休息。哎、欸，吐司是要去睡了，是不是？啊。还是吐司想玩。讲完光遇，讲完了吗？想要出发了吗？你要带钢琴还是带什么？谁？他是琴夕，他是兔之国的。怎么我好友名单梦之国就只有两三只猫，全部都兔之国来的？哎，好，我要加好友。想要带吗？哎、欸，秦夕，你，你打在我的台好了。我还是哎，秦夕，你去点开他的台。教主要去哪？我可以，我们要去投胎。我们要去我們投胎，你要哎哎投胎你要怎么给？哎，一团烂泥。秦夕加一下人家。这个又是谁？这个不认识。莫称人，莫称国的，莫称国。感谢打日记的日马水水，你好你好。啊，我昨天手这个进入了一个 zone， 超级不舒服的状态，因为看到光遇进来的吧？你好，你好。然后现在就米粒安安，哎、哦，可惜那天真的没换到这个八字。我不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换啊？你觉得还好啊？你那时候跟我讲说你还好，黑金你应该还好。加谁？加这个矮子，加我前面这个矮子，加这个拿着。这个，欸、这是谁啊？这个、啊，加这个很糗戴墨镜的蛮恶龙。你家蛮恶龙，你真的叫我蛮恶龙啊？啊，不然嘞？太过分了吧！哇，星星号不过分啊？不过分，至少还有你的名字在里面。哪里有？有啊。哪里？就是多了个犬字边而已，给代码。那他蜡烛多啊，好，他叫什么？秦夕，晴天望你的晴，什么风夕，什么风，什么易水啊？那个夕，夕就是一个八，下面一个科。要跑图吗？我们要投胎。你是不是没看我开台？啊，不是。我打在标题说我们要投胎。我们现在几乎礼拜一都在投胎啦。这个吗？
空兮兮易水寒吗？要什么东西？你刚下班，标题有，标题有。啊？行了。哎、欸，利恩不再是乞丐了，你 要看一下。我看一下，利恩，我看看。你已经乞丐变成孤儿了，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离开人。来了，来了。番茄。是阿姐。怎么办？头上想换回兔子，可是我这样身上就完全没有大耳狗的东西，好对不起阿姐。不是哦，他就没有衣服啊？戴、那個、戴什么？戴耳朵啊，戴耳朵啊。耳朵跟兔耳是一个东一个位置、欸。啊，头是哈。对啊，他就很白痴啊。耳朵至少也改成面具的位置。哎，真的是。看不到说话。米莉、佩佩、安安。蜡烛举不出来吗？感觉蜡烛举不起来哎、欸。我看不到。来偷看一下。我看看利恩，哎、欸，利恩这颗头也好可爱哦、喔。会不会也要想说，哈，不是乞丐装的利恩哦、喔，哈？结果我一看，啊、好像还蛮可爱的。装无辜的利恩。大猪举不起来。他说解不了。没事，破个图就好了。嗯，解到哪里了、啊？对话不能解。还没连，才过几张。我被拐走，去吧，拜拜。还记得回来。是要做什么？破图啊，破个图手就可以举啊。你要冲他小，你要冲他小，我拐你。嗯，他要带你去好玩的地方吧？什么地方？哎、欸，不是哦，好酷，逛洋娃娃。他带我去喝咖啡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没进去哈。那、欸、怎么出来了？ 我不知道，可以举了吗？对啊。阿杰在地上打滚。我踩你！哎、欸，我太快了吧，踩不到。你找表情也挺快的。哎，你知道表情太多真的是很难找哎、欸。看不到。就是要大概记他是哪个先祖，然后。顺序是第几个啊？又举不起来，感觉是不是又举不起来了？哇！晚安，过图过图再过图，过图啊、哦、来了。来玩一下阿切的表情符号。什么叫阿切的表情符号？那个脸啊、哦、把它错位在人家的脸上。哎，平身平身。终于。他的名字叫真晴晰。之前有晴晰晴晰改跟真晴晰。啊。没有，因为他账号卖掉啊。啊。然后买新的账号。好，我打好了。好啦，要出发了，出发走吧。好吧。
那小胖是不是也要跟？还是这次换小胖带啊？那么会飞，压力山大。他哪会压力大、啊？好，阿杰走，还是你要去死？你也缺红蜡不是吗？走。小胖没有你可爱，你有多可爱？你不是评估加狗耳朵吗？记得没错的话。喝水。对啊，你看我还是有在关注的好吗？讲的好像我都没有关注你一样。还是你想被我关？哎、我现在才看到小维换的剧尾耶。啊，你。抱歉，我刚刚没在看，周瑜，小薇早安睡睡。啊，我们要投胎。小布早安睡睡，哎，你也要啊？我还是爱你的啊？哎、欸、啊，阿西，那我要这边换这个，我要换繁星主人。你也要自己叫？对啊，自己换自己叫。哎、欸，不行。爸，哎、欸。点数留下来啊，爸阿西爸靠腰哦，不行啦，爸阿西就好了嘛，爸阿西啊，对啊，爸阿西就好了。现在几分？二三，好到了八。爸阿西，那可在永动机，永动机，爸阿西，爸阿西。那我走了，巴西。走吧，走吧，巴西。原装的还是最佳。我讲一下，我后面之后点数可以换画画哦，自己省点，想换画图的省点啊。巴西。哇，好狠哦！啊，不然有人都说我的点数就只能拿来丢，拿来换什么，没得干嘛？我说好新型的那个点数回收装置、欸，哎。我回收装置，我还是蛮便宜的哎、欸。巴西，巴西 ，BK BK 早安睡睡，巴西，差点忘记剧尾了巴西。我点数什么时候能换一张？换画画，那我要去挂分主播了。小扑爱呢？小扑，他搞不好换给你的有没有？爱呢？巴西，怎么会？自己换啦，巴西。哎，怎么都不行。台语五分钟，可以啊，巴西。哎，台语五分钟我没问题的哦。了不起来，操，对不起。你听不听得懂我讲的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，巴西。怎么样？在后面裂开了。我想一下、喔、我目前是设30000点、啊、然后一天是换3张。对啊，30000点。我在想说要不要再低一点？你这边通货膨胀。我这边又通膨啊，所以30000我觉得是有钱的很有钱，没钱的要辛苦一点，而且很多人都是在那边乱换啊，蹦壳啊什么之类的嘛。啊，巴西，巴西，别担心，我先跟施工申请通灵，好啊，巴西，换客语不好吗，巴西？我们也吃了，小胖自己偷吃金人、欸。啊，所以就说给小胖跑就好啊，说压力大，说不要的啊，巴西。感谢林喵是只猫的追随，你可以换一堆了。对，就是防你这种
种通膨过夸张的家伙。你看，就是你通膨过大啊，有些人每次就在那边蹦壳什么之类的，导致不够的话，我就在纠结说点数要设多少。原本五万呢，后来想想那些喜欢换蹦壳自卫的人，好像有点不公平。啊，到时候再说啦。八行，原来是这样，八行。哎。讲的我好像没有人性一样，怎么大家都这么多啊，巴西？你很少打你，哎，曾经有人说什么？这是我唯一能摸到你的机会，是谁讲的？阿杰，很像阿杰会说的话。欸，可是我讲哦，不是很精致，我是小小废图哦。但是我的小废图我尽量画到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能，欸，就跟转蛋一样，不能挑，不能选。小废图，我有准备，我有准备，等一下。啊，我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小废图啊！等一下，我那个嘞。欸，我真的哪天要教你跑这边啦。不要拒绝，不要说你是你长不大的小 baby 之类的。啊，不行吗？啊，你要是莉莉要飞这边怎么办？那就等她要玩的时候再来学啊。我，带着她啊，带着她。这样，还是你想办法跟她解锁到贝贝啊？对对对。绝对花的值得花，舍得。然后花完之后，没完了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也值得、啊、也值得，也值得也值得。公主抱抱到了，棒球。啊、哦。露诺，哎、欸，严霜说陪你啦，那莉莉我陪你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好意思？你说严霜你好意思是不是？严霜你看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好意思？怎样怎样又怎样？你知道那天露诺直接往下冲哦，迷人还在头上的时候，露诺直接往下冲。他说：“看那个五岁的太凶了吧？直接在迷龙的脚下这样走出去。”这个可以下去了吗？龙经过了。好了，你很凶哎、欸！被撞就被撞。走咯，哎，真的变好跑了哎、欸！以前风超大的。是说我的备注要写什么？蛮恶龙，什么备注？好过分，那是他乱打的。什么备注？没有，他叫露诺。谁先乱打的？我打了什么了？你哪一字是对的字？星星啊！啊，星星怎么了？啊，对啊，蛮恶龙有么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怎样？你喜欢挑有心啊？这个蛮恶龙的蛮也有么啊？好好，么么龙哎！我叫蛮恶龙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还帮蛮恶龙配音哎、欸，蛮恶龙配音员哎、欸，这才叫你蛮恶龙哎，啊，不然的你以为嘞？我捡到。没有，那时候是因为那时候任务有陌生人，然后改了一次陌生人，然后后面就啊要改回来的时候，刚好在玩魔物猎人，所以那时候把它改成蛮恶龙。啊，心路历人是这样子的，好吗？反正名字，人家的名字决定在你啊。你要怎么改，真的是怎么改，就很多人叫什么老公啊、备用粮食啊、小三啊、臭婊啊之类的啊。红灯了，欸，你会跑吗？你还记得怎么跑吗？不记得。这里，往这里跑。
我又在红灯的时候出去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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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能量，直接冲啦，要红灯了啦，哎，洗，好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，相信我，红灯耶，冲，你要压在红灯的那一秒，变绿灯的时候冲，万一来不及，你看到已经红，你看到绿灯的时候，马上就红灯了，我跟你讲。小胖，你在跑啥小？整天就是你在被敲。你刚刚是不是少点一个石头？我这边等你，等一下等你来，我再带你。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少点，你等一下，我说你等一下来，我带你跑。我要重走了，我以为我是这里找点呢。怎样？这件衣服本来下半地方破破的吗？哪一件？道袍。没有啊啊！现在被石头打，好像会有那个你低于掉哎、欸，对你低于多少亿的时候会开始有裂掉的痕迹。好像有人就说原本就这样子，可是我之前都没有感觉啊。你的？我还在原地，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。往这边。可是左边还有一个哎、欸。哇、哦！我传你，受不了了。今天怎么那么慢啊？对啊，走这里啊，然后向那边走啊。哦。我太小声？我很小声吗？我就说你今天声音很小，你不信？哎、欸，走，先走。等一下，不要等，不要等，对，先走。等一下跳。啊，是麦的问题吧？在这里。你啊。哎。还有隔壁一个。对你这边有一个没捡到，你这边应该是没有捡到的。哪一个？这边，我这里。等一下，红灯。来，你过去吧。这里哎，后面啊，有吗？这有。都有剪啊？这个没有，我说有没有剪的？对啊，我刚看你跑的路线就觉得应该有少剪一个。来，不止一个，没剪。哎，你刚刚开场在干什么？在看聊天室是不是？我没有。好啦，没事啦，我都懂。我没有。来闯我，闯我。好。哎、欸，这边你可以调声音了，你来这边调声音吧。好，我来调一下。我太小声，怎么会？等一下，不可能啊。你知道，我把你拉的声音是平时的多40%吗？真的假的、啊？我想说，是我昨天动到手的问题，就把你拉到40%。原本是120，现在拉到160，所以那你尖叫，我耳膜应该是真的会坏掉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那个，等一下，
一样啊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秀，看一下麦的位置，这样嘞，这样不好一点？有吗？这样好一点吗？我觉得有啦。有吗？有吗？一二三四二一，有，大声，有大声一点，没事，好，没事没事。恶魔注意，后面后面后面石头后面，石头后面。对，拿完这个我们就往前走喽。好，来趁红灯，趁绿灯，趁绿灯，走了走了。好。哎、那我们去，那我们去。卡住，那我们去。卡住，这里会卡。哇！绕一下，绕一下，绕一下。哎、欸，你要走那个最下面呢、欸？我最下面。是下面。怎么我躺着？我没有躺着。走，出发出发。我忘记我昨天做了什么事，把麦移开一点。哎呦！哎，这次换有人帮忙点过灯啊！快乐快乐，舒服舒服。哎、欸，准备冲！冲！哎呦，刚好被石头打到。往下走、哦欸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怎样？这只要按一下啊。怎么按一下？什么意思？多按一下而已啊。走了，走。那里有三只啊。把各按一下，没有啊，按一下而已。你按一下，三个全亮哦、喔。对啊。你开外挂哦、喔。没有啊，我真的按一下，它就一起亮哦、喔。走。哎呀！哦！哎！点不到你，我举不起来。你不再努力，再努力，我再努力，我再努力。你点我的好友也不行吗？我点，我点不到你啊。没事没事，我走回去，我走回去。哎呀，没吐啦，要死的了，赶快走、哦。你该不会是等我走的时候才传我吧？怎么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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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现在可以举吗？不行，我举不起来。那我真举不起来。那、啊、你叫啊，你叫啊，你叫啊。哎呦嘞！哎呦嘞！好，走。你看有没有石头这样看得过去？有没有？其实石头不可怕。这边后面还有两个。哎呦！哎呀！倒地呀！走了。有火着，安睡睡着，安着安。啊，完了，数了。哎呦，走了，站太高，哎呦，这也不能怪我，小孩子就是不能爬高，你就应该要爬高。啊，你喜欢从上面往下俯视的感觉是吧？你有当王的资质。哎、绿灯了没有？完了！哎呦！你会爬到往前了。
哇，披风真的会破破的哎！昨天在社团才看到有说什么萌新在那边破破的。你后面还好吗？嗯，应该吧。哎呦哎呦！哎呦！人家没有要点啦！可恶！还有啊。我知道啊，我在回能呢。不然一出去一砸人就没了，在干嘛？对。哎、欸，我没摸到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我发现我是不是少拿一个、啊？哪里啊？你就回去看啊。欸、真的哎、欸！团！啊啊！这被打了。好，出发。出发，冲啊！哎呦，我点到你。没事，我也点到你好多次，尤其是小胖。好了，准备了。我把蜡烛举起来。好，死了。不再有宝宝爬行大赛了。对啊。也好啦，不然宝宝爬行会一直倒地，躺着再爬起来继续爬。二阶毕业发型那是什么？二阶毕业头发是什么？二阶毕业面具吧？吗？你是说云野雨林跟陈岛的毕业面具吗？要用红蜡换的。哎、欸，那一个要很贵。你是说125、75跟250的吗？没有啊，还是只有前面三个啊。我左上角的红蜡板就是囤着要换那些面具的啊，结果现在先出家具了，真的是哦。哈哈，不然也不会现在在数。对啊。啊，这个。我以后技能大到都不捡好了。不然死好久、哦，哎，也不好说哎，搞不好就是会有路上出贼。哎，我在这里。我可以按爱心。哈？我说我还可以按爱心。感谢小雪的十个月订阅。天！
歌了，心跳声。紫金东啊，说我昨天整天都在打日麻端，我从雀士三星自白达到了雀士三星150分。我想说，掉太多了吧，你是掉吧？想说你真棒，我想说你，想说哎，哎，哎、欸欸、要按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我在过图了，我在跑，在动了，应该不用按，都不用按。不安，对，结果披风还是没解到，白蜡差太多了。你换了什么？可以小小的氪一下啦，因为这个是当时已经开始复刻，然后等三年后才有的东西。你可以小氪一下，不然下次复刻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可能就是三年后了。看有没有想要啊。游戏维克应该都是差几根，你差几根？对啊，今天三点前都来得及哦。你就想一下嘛，一个蜡烛10块钱啊。如果你是买像雀魂的那种，买越多蜡烛送越多，那例外。我不是恶魔啦，只是真的想要。买到总比没买到好的心态，买到后悔跟没买到在那里懊悔。对啊，你看选一个，你就只能看到人家穿的哦，好好、哦，当时怎么没买？差15根，你今天那你就买啊，不行，他今天来不及啊。如果今天跑到灰吗？你游戏坏了，游戏坏了，重开啊，重开你就一样重生之路重跑而已、啊。转日服氪金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好多人，你去登日服账号还是什么的氪金下去。对耶，哎，是不是好像共同哎？地蜡除外，我知道啊，但是这一次这个道袍就讲了嘛，他是等了3年才复刻的。哦，对，今天是我玩光遇。啊，3周年的第二天，真的假的？哇！我玩关于3年了、啊，我4月27号开始玩。天哪，怎么记这么清楚？因为 FB 查看你的过往动态。啊，真好。那个没看到，有看到，先按先移。是谁？是谁？太过分了吧！还放手？先按先赢是吧？太过分了吧！敢这隔壁是谁？哎、欸，这是你吗？我隔壁是你吗？我、啊。我有小胖，怎么看不到你？大傻，早安，早安，是谁？谢谢大傻。谢谢大傻，让我昨天吃鸡了。谢谢大傻。所以你看你啊，因为这个东西还是会复刻啊，只是什么时候复刻不知道，可能要等几年。昨天的分量跑完才收到60根。因为还有很多先祖要每个月就2个先祖而已啊，所以现在先祖已经超过了7、80个了，所以你要这样轮真的也很难轮到。也不是70、80那么多啦，反正就很多在排队等。而且你看一个季节如果是一个季节如果5、6个先祖的话，那是不是要更急？想
想说怎么突然被夸。对嘛，平时不夸人的，怎么突然被夸了？我平时有不夸人吗？夸妹子而已吧。怎么会？怎么不会？怎么会？那你夸我的时候是为了什么？唬我什么？没有，我不是都有说吗？你说什么？没有哎、欸，那你夸一次。突然夸老师，布老师，哇哇哇什么？哇，布老师怎么武器都会耶？布老师，我哪有什么武器都会？哪有？你根本不会这样讲啊！看不懂啊！哎、欸，怎么有阔鱼？怎么有阔鱼？哪里阔鱼？不是，我就跟你讲，那只鱼就是那个啊，在那个回忆的那个有没有？同时进去之后会有的东西。你跟我讲不是螃蟹。我以为是螃蟹啊。哎、欸，月下夜莺啊，诺诺那边的观众是不是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有印象啊。月下月哎、欸，月莺皇上是不是就是他？对，月莺皇上。对吧？吹不出来吧？什么吹不出来？比如夸夸夸不出来啊？可以啊，怎么会不行？你摸着你现有的良心说，可以。来摸。摸了，可以、啊。有摸到什么软软的吗？好好软哦，哇，好软哦，哇，好软哦，哇啊！啊，等下又听到啊，摇摇摇方向盘，叭叭。为什么现实也快投胎？39度，参考一下。快，哇，好热。为什么现实也快投胎？39度啊！39度，你怎么还活着？是不是？对啊，你怎么还没熟？低温烘焙。哇，那叫什么？那叫苏菲。苏菲，对对对对对。欸，苏菲很好吃欸，先吃过。那我那个月端是最端，因为我家有那个，我现在也有，我家有那个果干机，然后就拿去烘，就之前那个、啊、给布布弄那个果干啊，然后就好奇，因为我家狗也开始就老了，就是烘鸡胸肉给他吃，要换鸡胸肉，我跟我家狗抢吃鸡胸肉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哎，我灰了，哎，现在才灰啊，我昨天碰到 bug， 我昨天跑了。因为这个小鬼，前面是谁？这个小鬼昨天，因为我们分开跑的，然后他先灰了，我还没灰，于是我就吃了净格全部的，又没灰，又吃了峡谷的六格，又没灰，那我说啊，那又跑六个大辣，再加净格的辣，那是最后还没灰，要跑去圣岛，我想说总要灰了吧，还没灰。那次的过程中，我看到没有烛火吸到我身上，我想说，哎，又是这种 bug 吗？好烂哦！没错，吸不到火的 bug。对，因为当时露诺也常这样子，他只要意识到没有东西喷他身上，马上离线，讲都不讲。你又爆，我没说。没有，你就突然离线，我说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没有火。我啊，讲一下吧。想说怎么突然跳车了，也没有 WiFi 跳出来啊。怎么突然一回家看到你也没在线上啊？等一下要来收蜡烛，难怪之前看你们上上下下的，怎么我们是啊？主要他会上下是因为他常常上线看不到我上线，然后还有最近新盘也怪怪的，我想说爱心收不到，我一定要下线再上线，
就是如果我先点先收火的话，爱心就会不见，我要下线再上线才能再收那个爱心。嗯，不叫我们，是他，是他，不是我。要加个门好不好？压力很大哎、欸。好不好？嘟嘟嘟嘟嘟嘟。哎。哎，我的蜡烛来到600了，恭喜！上上下下的，看一下，好像没有想换。拜拜啊，我也有啊。这是谁？不认识。好啊。不认识啊。重点是先祖突然找不到，什么意思？我这样算有拿到吗？哎、欸，不能乱传哎！天哪，我要重跑。拜拜！来来来来来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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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叮叮叮叮叮叮，我差点就没永久翼了。哈哈小胖，我来了，小胖，小胖快跑，小胖快跑！你这个傲博！哎，比死比死！小胖是梦之国的啊，所以呢，梦之国赢了。哦，下礼拜凑四个好不好？兔之国、梦之国凑四个人，我们来比谁献祭谁先到。我那时候就故意把我的永久翼给先喷光光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波老师，你总剩下九亿在跑啊？嗯，为了赢。不择手段，还有那个一亿的有没有？一进去被人打死。我先到喽。也太不择手段了吧！你不是想这样玩吗？然后梦之国可以抽到四个人吗？不行。可以吧，小胖你，小未来，还少一个。赶快请一个隔壁篮球的篮球社的啊。请个篮球社的过来发球。请篮球社，哎、欸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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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去啊！对，烟霜，你的火盆遁地不能好啊！你的火盆遁地要被改掉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火烟霜之前不是跟我讲说，繁星都不会。你看你是要去郊游社还是婚游社啊？儿童乐园。走吧。啊，就是火盆遁地不能用了，他那些摆放的东西不能再穿模了。哎，绵雨，哎，绵雨跟你说，之后会开放，就是忠诚点数兑换画图啊，但是。画图品质不会太好，随便画的。早安，早安。嗯。有没有听到？哈哈哈。无人呢？阿角。哎呦呦呦呦呦！不是。跑了。啊，不该来这的吧？摸了就跑。好吧，我们去看看八点档。啊，八点档是夜店。好，夜店。夜店。夜店。夜店 ，Go Go。
有吗？有吗？有人吗？这很多那个哎、欸，记忆蜡烛。对啊。有了有了有了有有有有了有了有了，怎么有人已经有这个了？直接用换的？怎么？哦，可以啊，对啊，用红蜡换的。天哪，偷吃？哎，可以吃哎、欸，配合吗？配合哎、欸，这个椅子吧。好，我来收蜡烛了。来来来。嗯。帮你八三下再说好了，有没有？一二三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骗子！我要转向，我要转向，我要转向，我是要转向吗？哭在哪里？哭在哪里？我是要转向，我没有骗你的意思，我没有啦。坐下去的瞬间，给我转向。我发现我背对镜头不对了，抱歉。抱歉，你蜡烛跳完了吗？跳完了。好。哎、欸，我们想要点。好了。好翅膀。好。不是故意的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没有啦。好、哦，跑峡谷，比较烦的峡谷先跑、啊。你要不要跑？不要。啊，不易，把开。不要。不是啊，那是笑你。这个吗？我说他要不要跑？啊、你要帮我吹风是不是？对，啊、不，我怕你那个吃的太开心啊，让你运动一下。等你运动一下。怎样运动？你在我画面是不是？我们画面不一样啊？你是把我贴在你的蛋糕上吗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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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啦！我说你吃不能吃的这么容易吃。啊，没有。怎么没有人夸这张可爱？不是你，你那天不就是都看完了？我说你啊，我这完美完美写轮眼哦啊，抱歉，有人在想我了，我是阿茄，打喷嚏脑袋都要想一下阿茄在不在。打个喷嚏压力也很大哎、欸！阿茄召唤阿茄，他的话应该打四下啦。看四只账号，为什么是四下啊？四只账号，天哪！女仆早安，早安睡睡。好了，你们光预设的第四个人就是他了。女仆吗？天哪！哎、欸，昨天我们要问什么来着？昨天要问什么来着？问？哎、欸，我在想，我在想，其实我们很多隐藏图都没跑哎、欸，我你好像有说过，我们木土，然后那个哪里破碎记啊，游泳的那边就木土的两个隐藏图啊，九色鹿啊，然后镜格的右边啊都没跑，图书馆也没跑，几个啊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十个永久翼没拿，十个金人没拿，十个，对啊，
开心啦啦啦啦啦啦！反正你拿了翅膀也不会多啊，而且你看你又跑到最后，哎，对，有多一点点，真的是很刚好。嗯哼，哦吼，再被多砸两下，大概就没了。昨天要问什么来着？我想不起来。你说问我？对。要问我什么？想不起来啊。我想不起来啊！我只知道是魔物，但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问题。武器、道具、消耗品、魔物。不是，我想不起来。外观。也不是，不是外观。我想不起来。怎么办？印度冰原要注意什么？不是。泡温泉。不是。猫咪武器。不是。哦。啊，忘记跳过了。我想起来了，黑龙的事虽然还很远嘛，哦，超远，哎、欸，你说，有人跟我说是要先单人做狼，哦，对啊，他就是最后的毕业考、啊，是14000还是140000？10000多啦，哦，吓死，哎、欸，应该说你要先，他真的只能一开始先单人，我知道，对，然后你要过到一个坎之后，你才能跳人进来。没有智慧，坐牢坐牢，不会坐牢啦，他就是最后的检定考啊。我那时候有讲啊，很多主播都是被观众带起来，又带到黑龙那边卡关，卡到就是不想玩，那就全程都不懂武器是干嘛，然后给观众带起来啊，带到后面真的是过不了了，40000是才交给认识的朋友。才去打黑龙，摸到第一阶段结束后才开回来。感谢养乐多的去订7个月，对吧、啊？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其实一直就很主张说不要太冲主播。哎呀，坐牢！我已经看到了坐牢的未来了啊！不会啦。重点是，我就说那个主播就是根本就只看到魔物，连摸都没摸到啊！啊，哇哦！而且拿太刀哎、欸，太刀，对吧、啊？就拿太刀往前戳戳，连剑切都不会剑切的带刀。啊，反正讲好，我听不懂。反正连无敌技能都不会放得太刀。啊，对，只会往前剁两下，剁两下。你可以换成双刀版解释吗？解释哦。好，这样讲好了。有点难解释哦，连鬼人话都不会用的双刀。这样讲可以了吧 ？OK，OK，OK， 那好像有点夸张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夸张。那至少他会放大招啦，不过他是砍出来的大招。像我讲啦，就是那个剑切，就是魔物只要有吼，哎、欸，可以让你暂停动作的啦，比如拍你，让你受伤，或是他的叫声，嗯，耳膜炸裂那种叫声，嗯，可以就是可以直接那个让你鬼人化更持久。这样讲好了，啊、嗯，对。小胖是坐牢完了是吧？
不是前几天才在坐牢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做完了？哇哦，很顺很顺。来哦哦哦，哎，等等等，摸了摸了。反正你就只，反正只要前面你坐过牢，后面就很快啊。那先坐牢。对啊，那时候黑龙刚出我就讲啊，我那时候，因为我先过第一阶段嘛，就是先入学测验，先过了。嗯。然后。糟了，小胖没跑这里。啊，然后。那、啊、他就不会跑这里啊，他十五大的人不用跑这好吗？十五辣的就是海胆、馒头、雨林跟晋格跑完就十五辣了、啊、不用跑这了。有人打给我，挂掉。好好好，坐牢。对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我一起打的那个人啊，他们都还没过啊。我就独自先把黑龙打死了。天哪！啊，打死！那因为要等他们啊，等的过程我就很无聊啊，就想办法打。哇哦！哎，你到时候你的猫猫去解一个叫做那个掠夺刀，我跟你讲过吧？有，当你忘记了，好。那个东西是可以偷，什么是掠夺刀？可以偷魔物身上的东西、啊。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妈妈们有一只，有人的猫有带。对啊，就是打了打了会掉钱下来。我以为他穿那个掠夺衣装，结果说是猫咪的技能。对，他会偷，他就会偷宝玉啊。偷宝玉啊，这么凶啊？嗯。然后我黑龙的宝玉叫做斜眼。斜眼就眼睛啊，所以一定要戴那个比较好。你戴那个，你在坐牢的期间，可能就已经可以先做好一个装备了。他会先帮你，要帮你掉，然后你可以先捡去做，对，比较好过。有几率就是偷到眼睛啊什么之类的。啊！我当时就是带掠夺猫猫进去，然后。独自打完，哎，那时候喷了三个眼睛给我。好哎、欸，是阿嬤打的吗？不是，我阿嬤的电话我有加那个联络人，怎么可能连阿嬤都不加联络人呢？太坏了吧！我应该打给，应该把电话留给阿杰，留阿杰的电话。等一下。天哪！我要倒水。啊！大声！你坐牢两天哦。我那时候坐牢是，第一阶段是花了多少啊？不到一小时。哎、欸，这里怎么砸了？有人解任务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啊，串线了，串线了。是我吗？你有来这边解过任务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写一下写第三幕。对，好，应该是有人有任务没有？是我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有人在这边解任务啦。哎，你那个技能拿完回家传我。你想先炸翅膀？我有黑屏炸翅膀，真棒！带掠夺刀。哦，好。那个晚点再陪你解啦，他那个猫咪的任务，你没有看攻略，根本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到家了。来传我。
我那时候也叫阿杰去解那个猫咪的所有的武器任务。阳寿人杰凯，早安睡睡，还活着？哎，没看到穿了个空气。来啊，我在上面啊。啊？我在空中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阳寿人啊，数了，这也是阴间通讯。哦，你是说抽到角色的、哦？对啊。不愧是 PC， 特别好盾。手机我盾不下去，我最近手机又盾不下去了。UC 天才一个人打七万 OK 的吧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我一个人单挑完整只吗？啊？哎、欸，我有问题。可能是14万呢、欸？这是14万吗？对，因为你后面的武器其实都很痛了、啊我不知道啦，也没装模组，不知道。走啊，主动牵上来，要自己跑。那个，没事啦。你拿单挑黑龙，不是啊？不是说第一阶段只能单挑吗？你拿双刀，一阶一万四，差不多。好，小胖都这么说了，再见，见了。刚做完，老子说的应该有点可信度吧？吧应该。我拿双刀怎样？可以不要讲一半吗？我有点紧张。你也知道不要讲一半吗？你每次讲话讲一半的。啊，可是，啊，等你到再说好了。没啊，你送到就不要讲上头，他脖子太长太高了，你真的不要想着缩头。动作很帅，没有伤害。好，继续当修指甲工是不是？嗯。把对付平邓龙那一套拿出来啊 ，OK。我们是不喝水派。可是你要带掠夺刀哎、欸，你要怎么不喝水？哎、欸，对耶，哎、欸、对耶。为什么猫咪只能带一个技能啊？欸、我没有猫咪奶，我真的没办法、欸。不会啊，你搞不好到冰原之后，你的技术就熟练了。哦，想太多，想太多。我觉得你就是太担心奶这个问题了，导致你都不能正常发挥。你就是太随心所欲了。你要知道，魔物猎人其实。不是一个很轻松的游戏，是他们。我没有当很轻松啊。那是谁？怎么又有光之碎片？我没有当很轻松啊，怎么了？没有啊。现在叫我再自己打一次，我真的是不想。打什么东西？五只古龙哦。不会啊。不会啦，我哪来的勇气啊？不会，哎，就很好打、啊，是你怕而已。你的武器跟装备，哎，不对，你的武器装备其实都够。什么好一点？你拿个武器就够打了。我在欺负他。哦，你是说拿 M 位的武器去欺负下位的东西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好坏哦！你居心何在？怎么会欺负比你年纪更小的？
没办法，他冒充了我的颜色。哎，怎么没有吹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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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对啊，为什么没有吹？怎么没有吹出去 ？Why? Why not? Why? 为什么？对啊，会掉啊。有吗？我有拿，我是说他怎么没有吹出去？就玩这艾尔登法环就习惯，不是我为什么？魔物就不是泪魂哦，不一样。不玩的原因就是有人说泪魂，有人说，然后又加上我可是被黑暗灵魂山骗了，对，骗到我第一次会这么想放弃一款游戏。原本想说，哇，黑灵魂山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，买，结果买来，打完第一只王，然后要去第二只王，刚进门就被他拍死，就是被小怪打死，不是，是我好不容易经过重重小怪，才走到二王的门那里，结果二王那附近又没有火点可以做，对啊，不是都要往下冲，冲到王前面吗？对，然后我一进去，我想说可以喘口气、喝个水之类的。结果一进去，他就直接往我脸上撞，那只臭冰狗，可恶。然后因为我听说可以连线，然后想说，哎，好哎。结果他的连线机制很特别，要不要剪？他连线机制是你要先打完一只王之类的，跟黑龙一样、啊。你要在一个叫，就是你身上有一点那个叫什么？换手，我要背背。乖。好，连线。对，它的连线是你要先打完一只网，然后你身上有一点红红的，那叫什么？余烬状态哦，我也不知道，然后才能连线。要命！我就走不到二王前面，是要怎么打王啊？而且一坐下，那个火点，那个怪又重生。重生正常啊，每个魂系游戏都这样子啊。真的是要命。所以也方便刷怪啊。对啦，刷怪很方便。但是对新手就一点都不友善了。新手还怕什么玩魂系？都玩魂系了，还分什么新手？就是去就抖音去被虐的啊！傻了傻了！然后有人跟我说艾尔登法环比较简单，我就去看法环可以绕过小怪哎、欸，怎么黑魂就只有一条路？见了。但是法环其实也蛮难的，都很难啊，要炸喽！要炸喽！要炸喽！好大！哎，没有哎、欸，他骗我，他说按下 F 可以炸，他骗我。升级，你还差几个？还差几个？还差17个。差六个，被骗了。哦，那个人飞不上去了，那个人飞不上去了，那个人飞不上去了，冲啊！啊，他飞到了吗？他在滑，他在努力挣扎，他努力挣扎，他一定翅膀不够，冲啊！我们超车，我们超车了，超车，超车！扒他！不一样，赢了！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天哪！光遇猴子，真的，我回家。我们是光遇猴子，到了。欸、他上来了、欸，他翅膀干了。他趁雨吧。哎。喂。再来。哇靠！好坏哦，小胖。怎么可以叫人家短扣哎？人家名字明明就是小。
碎抠。碎抠。你再讲一次。哦，哪一句？碎抠。你要干嘛？你讲一下。你要干嘛？你讲一下嘛。碎抠。我听一下。口诺斯巴，口诺斯巴，我接龙。哦靠！巴什么？巴盖！完美！谁教你的、啊？天哪！你啊，铁妹。我只明我明就只教铁妹。对，接龙。靠，闹斯巴，有没有想看啊？好啦，我给他带个机会。好好好好，要看要跟我说呢，真的很好看呢。好，但是我现在要看不完。我知道啊。啊！我昨天看了，哎、欸，杰凯在不在？杰凯在阴间了吧？在喝，在过奈何桥了。杰凯回来！杰凯不要喝那个孟婆汤啊！杰凯要喝我这碗做梦的梦。讲他忘记了，瞎啊啊！杰凯，我昨天看完那个之后，我发现亚流其实也蛮可爱的耶。完了，好疯哦，他有点疯，有点可爱。再抽，再抽，再抽。杰凯，他的意思是还需要一点阳寿。没有没有。不同游戏。哎，确认灯了没？灯了，灯了。怎么真的都不跟我说？因为我在等你问我，我要很自信的跟你说，哈哈，真的，哈哈，啊，怎么连续登录剩下已经三天？为什么这样子？啊，对，阳寿没有，只剩阴德，要不要帮你折个纸啊？哎、欸，你有没有买那个啊？每日登录拿灰玉的？没有。啊，不顺便吗？口袋有点浅，有点浅是不是？杰凯，阿姆太郎，不行啦，我会忍不住，就是要让你忍不住啊，要学会忍住，你学会忍住不贪刀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贪过刀吧？好。好，不要上头，一样吧？上头是什么行为？我没有贪，就贪嘛，对不对？被面镜龙一头撞死是为什么？贪刀啊，勾挂勾上去，直接被绑撞一下下来，有吗？有。好好好，回家。然后哪边不顺路，先跑一跑好了。你那什么脸？太开心了吧？我没有贪刀吧？对啊，我有贪刀吗？啊，怎么那么快乐的脸？你在干嘛？还是我没有贪刀吧？这样也比较好吗？有啊，这样不好。啊，别不顺路要跑啊！看一下啊，陈导好了，啊，营业啦，营业哦。好，营业确实不太顺路哎。对啊，我靠，门可以按错，口诺斯巴。怎么能吃吧？然后他就开始狂扒这样。我叫小口诺斯巴。为什么音乐不顺路嘞？真的不顺路啊！左边跟中点完全不顺路，根本就不会去。
欸，小胖知道吃蛋糕比较那个吗？欸，有蛋糕可以吃啊，不是比较。没事啊，小胖，你蛋糕，欸，馒头还蛋，欸，馒头吃完再去吃就好了。吃蛋糕比较胖，会变大胖吗？不要剪了，剪了。小胖有没有后悔玩这款游戏？你花在这上面的钱也不少哎、欸。看看花之日，不会哦、喔。哎，可爱游戏，剪了。你将来还有彩虹日，还有地球日，还有夏之日，怎么都是活动，很棒啊！你知道那时候暨大在这边超恐怖的吗？很多武艺在这边追击的，就是因为这个暨大。这个吗？对啊，所以很多武艺都是在等大哎、欸，等人家来点或是串线。啊，然后过去吸就好，对对对对对，不会自己点。啊，危险！超危险啊！棒棒棒！你要去捡左边那个时光机的吗？捡啊！好啊！你都这么说了。哎，女仆安安，怎么在这边？怎么不是去隔壁？早安，早安。哎、欸，女仆，天哪！快点，光预设差一个人，要不要加入一下？打完比赛就可以退坑了。我们下周有光遇的比赛。兔之国 VS 梦之国，有没有考虑一下？很久没叫你 7J 嘞。7J 是啥？女仆的名字啊。哦。七姐不是 7J 吗？哦。啊啊啊啊！紫色学校只有三个字。对啊。红色学校有六个字。你是兔之国那，你是梦之国，还想倒戈啊？战逃？没事啊，他倒戈。真的假的？你看，走心了，走心了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真的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不要把钱留下来。我真的一点都不在意。看来他说的是实话、欸，哎。哎、欸，你在哪吗，二龙？来，哪？呀，对，你应该背我才对。为什么？要不就骑乘了哎、欸。啊！来，蜡烛。你不是糯米粒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吃哪一个？你是阿撸的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他不是女糯米粒。啊啊！怎么会？啊！怎么会？懂意思了？怎么会？你是女仆哎、欸！怎么会？他女仆哎、欸，你们都是他们的，你们都是他的心头瘤哎、欸，心头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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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心头肉，心头肉瘤，首席心头肉瘤是小胖，这是第一个被我永奔的，第一个确诊癌症的，不是第一个吃永奔的，我是不小心的。有没有被 ban 的感觉如何？很爽，对不对？永杯嘞，而且，第一个，同时也是最后一个。不是啊，我就在按，我想让他 ban 300，结果刚好聊天室动了一下，就动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点到永杯，啊不对，哎，好像不太对，怎么变隐藏使用者？赶快救回来啊！伤心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明明就可以 auto 快捷选择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光遇吗？表情大概跟你现在一样，不要哭啦！谁讲的？谁讲的？我 auto 女仆，天哪！他说 ban 人可以选。小胖没捡到，还是炸？炸？没捡到，不干我的事啊！我刚刚看到扒了一下，我看到信号哎、欸。你前天也被平台永奔，你常常被平台永奔不是吗？被平台设为垃圾讯息。哎、欸，我的那个躲墙后啊，那贴图有问题。我只要有人跟我打招呼或什么，讲一些事情。放那个贴墙后那个探头的图。你名字设什么啊？我也在想是不是名字的问题、欸。我帮你。我应该是打 L O O K 吧。你打九九。啊，九九而已，怎么了？九九也要被 ban 哦？九九是什么问题？六六六才是那个吧？那个。回家。粤语的九九啊，粤语九九是什么？粤语九九要怎么翻成中文啊？反正就是脏话、啊。哦，可是单一贴没事啊。对啊，只是九九没事啊。那我看一下哦、喔，这样会不会有、啊？安安，嗨，你自己怎么会被 ban？ 不是，我在你的台。啊、哦。你跳，有啊？有什么？没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继续。哎呀，一直按错，我一直按到，我要按。口闹失吧。我要按 Shift， 一直按到 Windows 键。走了吗？还有空刷贴图。各位诺主播，开到12点，嗨、啊，差不多嘛，对，差不多。好呢，我融化呢，你要融化了，对，该避难了吧？都投胎要换时间了，可以。吧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不然搞得好像我在虐待你一样，换个时间搞得好像我在欺负你一样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我是这样子的人吗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十二点后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游戏了。什么东西？
在说我十二点后会鬼转吗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嗯，门开了、欸。买了一个，我买了一个便便游戏。啊？恋人启动没有？便便游戏启动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捡到，没捡到。捡了。是吃饱饭后鬼转吗？你们这么想要我鬼转吗？是明天就开了耶、欸、你们这样在我开台的时候玩这个，我会忍不住耶、欸、那个剧情的部分。他想要跟没玩的人一起同乐分享你们这样子。不是啦，是哦，不是吗？我封面都做好了，我想要我待机室都开好了，我现在开只能打打那个自由任务吧，不会碰主线。没关系，封面再做就好。我从冰与龙变到另外一只龙了。哎，这个发生一点意外。发生了一点意外啊！不是说开台的时候才要。来帮他开个门啊！哎。怎么那么乖哦？没完没了。没完没了。喂。哎，你好。我从我手指举起来。不高、哦。哎、欸，我是气源斩呢、欸。我在气源斩呢。你是克林吗？你说我光头？你说谁光头？我是啊，气源斩就克林最常用啊，是吧？你说我光头？克林最常用气源斩。啊，你说我光头？海绵宝宝，封面就两个字，萌行才不要哎、欸！那个太没有美感。哎、欸，借我点一下。就我做好了，可以给大家看。也没啥，就只是放了一只冰鱼龙而已。这个蹦可有用吗？有啊，有啊。你要想一下哦。好了，还是我先放出来。那等一下，这个午睡睡去睡觉的时候再。什么睡觉、哦？啊呀，再去忙的时候。我说的好像我不是在睡，就是睡一样哎、欸，我没有要睡觉嘛。还是我等一下台就放着。你要干嘛？我回来再鬼转。鬼转，好想鬼转哦！去恶魔。设定观众奖励忠诚点数。指引迷路的我才去，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对，我要跟你们玩一个游戏，我准备了一张图要给你们接。黑暗游戏，小心各位。我那天随便乱撇了一个这张图，这个你们看一下，还有谁揍我？看一下忠诚点数啊，小气点，忠诚点。哇，30000点，好贵！你月月别再揍我了，你这样揍是两只一起揍哎、欸。揍准一点，我往旁边挪一下。没有啊，不过这里你还是一起揍啊。我改你名字。你要改什么？谁揍我？不要再揍我了！好了，我可以收起来。
你们会想玩这个接龙吗？要玩大喜力是不是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类似。给你们一个情境，然后在旁边接一点东西。可是那图我只想到啊，我就不喜欢吃豆皮啊，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，豆皮最好吃了，对吧？吧吧，因为我刚刚有个人举不起来。走啦，咋不？哦，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在找图啦。好，咋不？你说豆皮好吃，我才不信。什么什么豆皮，豆皮好吃的吧？剪了剪了，应该吧。豆皮寿司好吃啊，火锅豆皮就为什么？是因为豆皮寿司甜甜的呢？对啊。哦。豆皮寿司是真的好吃啊，豆皮寿司我喜欢，可以问诺妈，诺妈知道我喜欢吃豆皮寿司。他买的话都会买豆皮寿司，但是火锅豆皮我就会不行，我觉得是口感问题耶。可恶，害我突然很想吃豆皮寿司哦。要去买啊！兔之国邦交就靠豆皮寿司了。你要进贡豆皮寿司到你吧吗？你去买来吧。啊啊！你出一张嘴在跑图吗？啊！我还带着你的随从哎。随从，捡了捡了。不吃海鲜。对，我寿司只能吃玉子烧跟豆皮跟豆皮，我也不吃，我也不吃海鲜呢、欸。没有，他是吃不吃有壳的海鲜而已。不是啦，生鱼片那个就不行。对啊，我是说虾子、熟虾之类的可以啊。虾子的话可以吃啊。对啊，但是生鱼类的真的不行。我上次吃到有一点，它那是有一点生的虾哦，真的快吐了。甜虾哦，有很多生虾，对啊。我吃进去我就，我以为它是熟的，我突然，然后差点没当场吐出来。见了，有壳的要人吗？不，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要说，诺爸啊，诺爸，嗯，爸爸呢？嗯。我想说，爸爸喜欢吃，我都会把我的虾给他，因为我不想剥壳，我就不是很想吃，我就给他。结果我就夹过去，过来过不久就有剥好的无壳虾递回来。你这个孝女有没有？然后诺妈也会帮我剥。孝女。然后呢？然后有一次，有几次啦，诺哥也会帮我剥虾啊。点了点了，既然做爸爸是公权， oh, no. 我怎么会这样讲？怎么会？ 爸爸是爸爸不一样。然后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对爸爸也挺好的。有次我不喜欢剥虾，然后但是有次爸爸跟他的朋朋在吃饭吧，好像对，我就点了点了。我就主动帮他剥好虾递给他，有没有？给他做足了面子啊！还有吃到壳？没有啊。
然后他就很开心，然后他就，嗯、啊，你女儿真懂事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阿面仔是我在装，就对私下就说没啦，他在做他在做样子而已，他平时不是这样子。在装，装乖装乖啊，装乖。只是在装，爸爸没有触摸我啊！爸爸没有触摸我，爸爸笑得很开心。啊！完蛋了，卡住了。没有，差点剩一个翅膀，尖了。啊，就是这样。装乖，那个我想要炸翅膀，司机。炸啊！啊，要炸要炸！要断了要断了要断了，手要断了手要断了。哎、欸，我他炸的画面都没有之前的好看。对啊，这里比较大。爸爸笑是阿姨一定在打什么小算盘。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，绝对没有什么。要去吃那种又是很多虾子的店，绝对没有。我看到小房间呢，好好奇哦，来这边看一下好不好？那里有小房间。这里啊。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没有，不是小房间啊。哦，这是引那个。登山先祖的时候会来这边，会路过的。对，好，好弄死吧！看到小房间就冲进去，怎么了吗？没有。怎么了吗？好奇啊！我刚以为它是一个密闭空间，对，然后里面有水，电脑，结果不是。小算盘啪啪作响。发响！哎，大剥虾都怎么剥？用牙齿。对啊，用牙齿，我真的两三秒就一只虾了啊！捡了捡了。单人无法穿墙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当然可以穿墙。我要示范是不是？用手。这我捡不到。电脑。你要玩跳水了吗？哎。不行。牵着手不行。哎呦呦呦呦呦。没有啦。一瞬间。有啦，刚刚有一瞬间是上下弯的。Wonderful。Wonderful。非常不行，有点太高了。英文北拜啊，北拜啊 ，international 呢 ？international， 加北赛，加北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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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赛。哎、欸，昨天教什么？哎、欸，昨天我昨天教你什么？前几天教了一个台语，我想一下，什么东西？欸、我觉得不太妙。欸我教什么台语不太妙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嗯，小国大碗，奏差，你怎么会记得？不是这个孩子呢，跟我讲说，奏差。啊，你不睡要干嘛？他说当小偷啊。我说，哦，你会讲这句话哦。然后说，这惨。来，整句话怎么念？被，不愧是的，这惨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我说不睡是要当小偷哦。然后就说，你知道整句话怎么念吗？然后他说我只会做惨。大人要怎么穿墙？你要有那个啊，遁地之势啊，那个来来
你给他看那个姿势，这个然后要戴耳面，对，这个往下弯的这个，看得到吗？看到我指的这个吗？来，点了，这个姿势，小炮。有这个，然后再加海面，然后再你是 PC 版吗 ？PC 版右键加 W， 然后再放开，好笼统哦。不是啊，右键也是啦，就是你要先看你的键位，没有啊，有些人键位不一样，通常是啦啊，有人通常有人。有人那个啊，我们是 Shift 跑出滑鼠，有些人是 D 啊，有些人是 Auto 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你的脚下会有一圈光圈。来，我们回去示范给你看。跑到这边了，刚好。见了。好，回家。回家。来示范时间，示范时间。首先，这个姿势，再来是戴海面，就是小只的这个，你应该有啊。这边可以啦，这里这个。来，你要找到酷酷又对的斜坡。斜坡，不是每个斜坡都可以哦。脚下会有一个光圈，然后脚伸下去，膝盖进去之后，哎，这样示范。小胖吃饭好。啊，有这样就下来了，好，小胖拜拜，小胖洗洗，会了吗？好像有点难懂。啊，洗毛线来了，好，开始。奇怪，下不去，完了，这边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你都拿出来了，那怎么好意思让你收回去啊？谢谢，我们要有礼貌，送回去吗？不肯，不肯。你要不要拿？三二一，不拿好，那我收了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，不拿我真拿你没办法，那我只好收起来了。啊，你要不要啊？算了，你还是下次好了。你说，小屋啊？哦，对，你小屋都还没解不是吗？对，我还没解，你解完了？第二个解完了。第二个解完还不能进去吗？可以啊，已经有小屋啦，可以啦。你要去看我家吗？我进不去吧？应该可以吧？来，你跟我来。不用传的吗？传不了，传不了，跟我来。哦，好，看一下。油啊油！你家应该是拉左边那个就好了。我只有一根。啊、左边没有东西哦、喔，我觉得右边那根问号会坏掉的。哇，没有，好吧，要靠我的台了。哎呀，下次再开那个给大家看。一堆人嫌弃的贴纸终于有用了。贴纸。就是我的台，你看我的台吗？嗯。你有看到墙上亮亮的那些发光贴纸？嗯。对，当时一大堆人抱怨没什么用。嗯。对，那它确实是没有用啊。啊，可是拿来布置呢，又是蛮好看的。啊，所以那是你自己贴的？我自己贴啊，这边都是我自己放的、啊。哇。你看，我还把光药跟螃蟹放上去准备烤了。
我亏，你看，不是。考，就进去考。好 ，OK。我来收火。看看有谁在？没有朋友。哎，冤的巢穴也是冤。看一下，我看，看有没有正在做色色事情的朋友。哦、oh. 啊，有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奶，给你一个火啊！都点了，好，拜拜。可以下班了。你真要挂台哦？我应该挂的吧吧吧吧吧。大家想挂吗？不想挂，我要关了。我的点数没怎么用啦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那是忠诚的象征哎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对，我好奇。杰卡，不要揍我！现在谁是点数富翁？谁？请问有点数富翁吗？谁是谁？是谁？我问问大家，现在点数多少？我再考虑。对墙壁按右键加斜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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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到对的斜坡，像这个就好像有点陡，下不去。对耶，你那天魔物的赌注好像一大堆人破产哎。对啊，好像很多人破产哎。但好像很多人致富哎。木星安安。我不是换姿势，我说，我换姿势还会站回来我竟然看错聊天室，白痴！你会站回来，那就是你开始就在抖动了，不是吗？不是、啊，我现在姿势是这个，可是站姿是正的对啊，就是你坏掉了，你现在蹲不了地了。我没有在抖动，我一样啊，就是你过图就好了。这个过图就好、啊，真的会抖，好吧。哎，下一个要换什么？看一下、啊。上次赔了3000。换这个吗？蜡烛。床。我看看这礼拜可以换什么？哎，我还没看。换这个好了。看看哦。雷米西西可以换什么？就这桌子跟这什么冰箱啊、喔？这是冰箱吗？不是书柜。可是它底下放的不像书哎。反正置物柜啊。然后跟一个不能坐的坐垫。对。跟一个可以坐的椅子。换椅子好像。啊，好贵哟！哎，将于两小时后开启，请稍后再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小事小事。64根呢？不急啦，不急啦。他两个月后就回来了。哦，两个月哦。大概啊。一次哦。大概啦，差不多。这是什么？这就一个圆形的灯。沙发这游戏越来越像搬家家酒了，怎么办？还有房子可以放家具，不就是搬家家酒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谁揍我？女仆！女仆不要揍我！如何？你要加开吗？你要去？我在想，没人要回我啊！
点数富翁在不在？让我看看你们的贫富差距，我再考虑。你要看点数富翁有没有在花，没在花，那其实没差，就跟我这边一样啊。有人舍不得花，导致贫富差距。不是你只要十块可以换十次，怎么可以不换？可以揍我的机会，而且还是大揍特揍哎、欸！骗点数的好东西。你们现在多少点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不是叫你现在走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没开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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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哦，我没开。加油吗？有有有。好了，不要再花点数了，点数很多哎、欸。多少点？啊，你多少点？副主播、啊。副主播，31000。波主播没在花，波主播就只有换打飞而已，波主播没在花点数，夸张了。因为赌注都赌输，有一次还没赌到。你就是不相信我会赢啊？我相信你会赢啊！啊，那一次有赢啊？是吗？有啊。我们下次挑战冰鱼龙还会再赌一次，哈。这叫冰鱼龙。我觉得你赌注可以分成三个，三个这样。对啊。第三个是什么？不是应该也不是说三个，就是，就是零猫到四猫啊，三猫啦。哎呀，用猫车来算了是吗？对啊，零猫就是完美。啊、已经，新手教学已经过了，所以现在开始用猫车来计算。你看嘛，就是零猫，就是完整通关啊，对吧？对。那零猫到四猫有没有？零猫到三猫，再来。对对，在第四第五个，然后零到四零到三啊，这样四个啊，然后第五个的话就是列到时间到。太多种了，很难赌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这样子才能回收啊。啊，我看到选项多的我就不会想赌。你少来，你那天赌饼干就赌赢。不是啊，我就看那个没人选。我也是会想，我也是挑会没人选的东西啊。冰鱼就有猫跟没猫就好，对吗？那你一定猫啊，你怎么可能不猫？好、啊，我就赌你会猫，好不好？那么相信你。最相信你的时候了。好，那我只好去预习，我只要使出奥包预习。那我就赌你不会猫，怎样？哇！你就操盘啊，我就故意不打字嘛，你就问我是哪一班的、啊。为了点数不择手段，你这奥包招数跟谁学呢？奥包人，真的哎，跟那个晚上做茶的人学的吧？晚上做茶，我没有吧？我怎样？你可以把名字改回来了没？那你可以把我名字改正常了没？我改的不对吗？那我改的不对吗？星星号不好吗？闷二龙不好吗？啊啊啊什么？那你好歹也打闷二龙吧。好，刁蛮。哎、欸，跑了，跑干嘛？跑就不能改了，快逃！不想改啊、哦，不想改算了。对，39度了，所以我要绕干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这边讨论的结果到底是什么？你们到底有没有？我继续开，有没有？三二一，看来字没有。哎、欸，维尼安安，早安早安。看来字没有呢。好啦，那我要关了，那就关台吧。维尼，维尼，早安，睡睡，维尼，再维尼来一次，就要再把他那一张放大一點。你怎么来？你怎么现在只拿出来？你看我一直放在桌上，我也一直放着，好吗、哦？我想说你讲，我想说你讲这种话、啊，想说，我说放大。哎哎哎哎，女人过来，女人过来，喝茶喝茶。维尼画的。
喝茶，喝茶，快。喝什么茶？喝茶，喝茶。这有茶可以喝。是要站着喝啊、喔？对啊。是站着喝的、欸，好酷哦、喔。喝茶，喝茶。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，站着喝哎、欸。这个是维尼画的，可爱。好，我们可以让它再变小。茶杯空了，不好意思，茶杯空了。是啊，只好。要钱哎、欸？你以为免钱的吗？对啊。你以为不用钱的、喔？然后配个麦块喝药水的音效。哎、欸，对耶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灯。灯。你怎么换这么快？可以换啦、啊，已经一个可以换完了哎、欸。你给我去换哦、喔。不是，我已经换了。换、完一个，我就只剩一点点了，根本不够换。你是换哪一个啊？浴缸的那一条吗、哦？我已经换完了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是这样。不是这音乐的，这音乐的想弹乐器啊。后面去哪？对啦。啊？这里啊。哦。还有一个，我来看一下，哪够啊？如果够嘞，不是这里啦，这里啦，你是换错了，难怪你不够这个啦。哎、欸，哦，我以为是装饰品，我换好了。我说你怎么贴多？哦，原来那个是跟浴缸同一条、哦，那我换完。然后刚好可以换那个圆形的灯了，哦。抱歉，你抱歉，哎，抱歉，抱歉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那个刚好歪头，很像叹气耶，不要这样子哦。啊，擦眼泪，那这是擦汗了、啊，之前在哭哎，啊、哦，要结束了，好了，我关了，没事，没人要挂、啊，我就要关了，大家、啊，我关了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，好了好了，哎，总而言之就是啊。可以换画图了，哎，好啦，哎、欸，先直接关了，我真的好了，我要死掉了，要死掉了，要死翘翘了，等电脑要关机了，开始没办法了，电脑要关机了。哎、欸，阿巴在捡垃圾、欸，可是我好热，没办法捡。好啦，七月拜拜，雪莉拜拜，维尼拜拜，番茄拜拜啊，番茄还有谁？小维拜拜，米米拜拜，绵雨拜拜，嗯，还有谁？古雷拜拜，女仆拜拜，小子拜拜。好了，撤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